开始。好，我们现在在那个文庙啊、哦，文庙这个地方呢，它算是一个很中式的建筑。那详细到底是什么朝代的建筑呢？我历史不好。我们今天有特别来宾，我们到越南了，还有特别来宾厉害了。没错，就是我们的张金枝老师。Yeah! Hello， 一年不见了，上一次见是在日本，我们一定要在海外见面哦。哎呀，很神秘的，我们有小伟，哎、欸，就有张老师，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要有小伟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呢？小伟，我就听到张医师老师要来，我就巴不得就巴着老师要过来。不多的嘛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他们都不会讲笑话。哎呦，我老师会啊，老师会啊，老师会、啊。空空落白，空空落白。啊，大家还不知道这个梗啦，这部片上还没啊。到底是什么？对，我先问，先问静姿老师，静姿老师，你会不会越南文？大概会三句。好，来来跟大家秀一下，哪三句？新桥就是你好的意思，感恩就是谢谢的意思，还有一句非常重要，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一句。听我们。空腔落麦，空腔落麦，你怎么会说不懂？好奇怪哦，这干嘛、啊？你会说不会啊？干嘛、啊？空腔落麦什么意思？不要香菜啊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这是奇怪的三句话组合在一起。那我问你们，越南文要怎么学最快？家里请一个越佣。哎、欸，这个答案好，但是错啊。交一个越南女朋友。哎、欸，这个答案也不错啊，但是也不错。哎，你就几天不洗澡就好了。答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越不洗澡，你就会越难闻。我没有想到玉涵已经跟小伟变成同挂的人。空腔落麦，空腔落麦。难怪我觉得你今天怎么特别臭，原来你会越难闻了。好，来开始。我是想问，我们可以开场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，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企划。哎呀，我们今天带了两颗 G Master 镜头，那我觉得今天来越南这个地方很适合拿这两颗镜头来 PK 一下。135GM， 好，一个非常望远的定焦镜 f1.8， 还有一个呢是我新买的，就是 14GM。哎呦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用14跟135两个很极端的镜头呢，来几个越南就河内呢知名的景点。然后呢，来拍张金枝老师，让大家看一下、这么极端的，可不可以不要我在开场的时候旁边在拍合照呢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么不管不管我今天要讲什么都不管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Go！ 他们等距站好，一人一格哎。那下面搞不好画点呢、啊？最佳拍照点。我们今天呢，每个点都14拍，再用135拍。好好好。让大家看两个镜头的差异在哪里？极端的镜头，两者这么极端镜头在同一点要各自怎么拍照？看这个站位应该是14吧？14的那个真的很广，所以14在拍人像的时候啊，要特别在意跟环境的融合，然后呢要注意那个人物的变形，对，相当的那个麻烦的，所以我稍微找个好位置。其实有时候靠近啊，效果就蛮好的，你看我一下。哦，天哪、啊！可以带到很好的那个透视的感觉，嗯，整个就是可以很美的呈现整个场地的感觉，那就是14拍起来独有的效果。啊、我们先换135呢，来拍几张。哎呦，135呢，我这个距离呢，背景已经不知道是哪里了，什么国家都已经看不出来了，哦，从糊到一个不行，所以我要稍微缩点光圈，光圈缩到 3.2。都还看不到点轮廓，很好。世星可以帮我看那边。你用135的话呢，如果要拍到全身，就要拉到比较长的位置，所以用14段跟135是不太可能站在同一个地方拍的，因为焦段真的差太多，差距太大了。那今天呢，就尝试了，就两颗镜头啊，都拍一些全身，拍一些半身，嗯、大家可以看到，实际在运用上跟画面上看起来的差异其实相当很大啊。我觉得这种比较超级极端的比较啊，就特别有趣。我们就利用高低差，然后带到后面的那个瓦片，但是光圈稍微缩一点哦，我现在缩到3点多，让那个砖瓦的那个轮廓还会出得来。我不会全部都消失的。换14。好。我不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大的麻烦。对。这样就变成说 model 都不用动，但是要动的是你。对。两个镜头换要动超远的耶。哇，贴心啊！我们老师就是贴心啊。
非常好，可以。我走过来，然后看到里面还有闪灯在闪。天哪、啊！哎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满哦、喔，好满哦、喔！这是什么？外拍热点，好满哦、喔！外拍热点哎、欸！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我原本以为你要选那个点，拍那个，那个吧，拍那个，那个应该可以吧？来啊，来啊，好不好？应该可以吧？这可以吧？这一定可以吧？好，我要帮我们近视大人张静之老师签码哦。哇，我们现在到长沙了，快点！天哪，好快就到长沙了，好快，回乡，因为我们现在有14，在拍这个码绰绰有余。你看，可以利用这种方式，因为超广角构图，对吧？做的非常的有张力。即便现场看起来很荒谬，但是呢，在镜头下面看起来呢，就更荒谬了。我们换135，好，135要拍一张。他们好激烈哦，好像那种奇怪搭讪的人那种感觉。你突然走路走到一半，然后突然有人来跟你搭讪。他们要再演3集，我们再等一下。我第一次看到八连长的拍摄现场。我看走。OK。好。哦，有哦有哦，这个气势，哎呦，演什么像什么哦。那现在演的是什么呢？京城四少。很像吧，京城四少。完美的构图。这个地方我们光圈收到了大概4点多，我希望后面的那个建筑线条都清楚一点，让背景是比较突出啦。对 对, 對，不然虚的一塌糊涂，虚的太过头了。我赶5.644，5.6还不错。那我们135因为焦段真的太长了。这个景深真的非常非常的浅，然后对江压缩感，然后我们距离又不够，因为我现在已经踩到边界了，再来就要下到 B1 了。哎呦，你好，对，你好。刚才那个静之老师说，这个上面啊，其实这个二楼啊是可以上去的，是可以上去的，很漂亮。很漂亮。我上一次在河内时候，但是呢，他门口贴了一张纸，那我们请老师带我们去看一下是什么纸。好的，越南文看不懂，看英文。从1月25到2月7号呢，暂停入内。哇，老师，你还记得我们是几号来越南的吗？1月19，他几号？他1月25就开始关嘞，他知道你要来哎，他先关好。对啊，而且关到你走哎，刚好前后各抓5天呢。我们就在他关的中间，我们不管前拍后拍，对啊，都拍不到。而且他抓了正负5天，就是怕我提早来，对 对, 對，怕也怕我晚走，对 对, 對, 對，不给机会。因为你知道吗？我们的那个签证啊，也没那么多天。哎呀，他好聪明哦，预防到这种程度，看你在越南也是赫赫有名啊。我昨天进海关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海关那边有贴他的照片。对啊，然后画一个叉叉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对啊，原来就是不给他拍啦，不给他拍，合理啦，合理，合理，合理啦。哎呦，我们老师好不容易卡到一个角落哦。我们上去好，上去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老师现在用的是14哦，他想要在上面的砖瓦。
突然就开始拍了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们怕等一下剧组都冲上来了，就跟越南的交通一样，特别的突然。这边是那个我们要往旧铁桥的联络的那个，就是旧的站。然后呢，它这边有一个很好看的那个楼梯，我们就先拍个几张，反正先拍了不吃亏。还有135也拍几张。135有空间吗？135要往上走。那我们跟刚刚相反，那时候光圈开大一点，就是让那个杂物稍微散掉一点。然后前几条那个黄花也可以做出点效果。因为下面比较杂啦。比较杂，然后我们重点着重在曾老师手上的这个栏杆。这边好妙哦，走着走着就突然出现人行道了。哦，对，后面两个快吓死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之前走中间。之前是走中间吗？之前走中间，就是踩那个整木。好帅哦！现在不能走了。它封起来了。满超薄。这个下面就是。下面你再爬进去啊。超级薄。接着老师要换上14了，现在老师用的是14哦，跟刚截然不同的拍法，很好。这个背景超好看的，帮我视线往那边，视线往左上。135补一个，135，好。我觉得运动量很够哎。14跟135真的差距好大啊。对啊，一个是贴在脸上拍，一个是站在对面拍。因为那边太混乱了，没办法介绍。反正大家对应该知道是哪里。然后这个是东轩市场。东轩市场就是这边这一栋，然后它里面呢，二楼呢就是卖布的，所以这边简单来讲就是永乐市场。哎呀，这边大概来说就是迪化街。哎呀，所以差不多。旁边那边在卖春联嘛。我们真的是绕不出西门迪化街这一带。没办法，我们都卡在这个地方时空漩涡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拍一个地方。那今天呢？平常街拍我都会来这边拍，可是呢，今天拍张静之老师，所以我们来最后挑战一下135跟14，在这个地方到底拍什么？我是觉得投降就好了。我们别这样，我早一点啊，我们拍个几张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做个完美的 ending。好。哇塞，老师，那是外拍团吗？那是外拍团吧？再看，还有。哇塞。这是一个著名的景点呢，拍照热点啊！天哪！我不知道会变这样。好多人哦，天哪！但其实就这种人很多，才可以发挥135的优势，超级有优势，超级好看。有九龙城寨的感觉。因为我们两颗镜头都是 f1.8 的，这种环境虽然很低光，可是只要张老师看着光源，完全没问题。这个就是在那个市场里面的布置啊，其实就永乐市场，大家只要去那个大稻埕那边哦，应该可以很容易找到这个点。它跟后面的造型很搭，超级搭。
换一三五，一三五，同一个位置，同一个位置，一三五再补一张。因为一三五拉的距离好远。对啊，很漂亮。好，我们今天随便选，随便选，随便热门点。莫名的都是超多人在外拍，特别会选点呢、欸，超级夸张，乱七八糟，到底怎么搞的？事前有在敞开，哎，超级多人在外拍、欸，你都选一些那种就是外拍团、欸，外拍神点呢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们今天三个主要点，一个是文庙，对，一个是那个桥，然后还有一个市场，好，这几个地方都是你就算去街拍或拍照也不错，去观光也不错，可以走走的地方。没错，那拍人像的话，今天我们尝试让大家看一下最极端的两个定焦镜，有14跟135，嗯 ，GM。实际上拍起来的效果怎么样？对，那你可以看看你比较喜欢14拍的，还是喜欢135拍的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哦，分享你的看法。我们今天呢，感谢张志老师特地跑到河内来拍个照，等一下就赶走了。一瞬间的，快闪、欸！一瞬间到，一瞬间就走了。哇塞，随抠随来，就快、欸！老师河内来一下，就来了。好感动哦，太感动了。OK， 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，那旁边那个没用的是小伟。欸没用的在哪里？没用的，没有。哎，另外一边那个是玉涵。喂喂，一个华丽的出场。长进的是正一。哎、欸，你拍下自己。好，可以。OK， 那我们是我的 OK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不用跟着我下来。交换了。好了，那吃饭。